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茉莉说生活，我是亚楠。说到食补养生啊，绝对离不开枸杞这个神仙果。枸杞含丰富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，既能滋补肝肾，益精明目，补肾润肺，还能养血，增强人的免疫力。那么多的好处，可见枸杞确实一件好东西，但是也要会吃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几种枸杞的绝佳搭配。一，枸杞加薏米。薏米可以健脾祛湿，利水消肿，像回南天的时候喝上一杯，就可以去除体内的寒气。做法，将薏米洗干净，滤干，放入平底锅中，用小火烘焙，炒出薏米的香味后就可以关火了。然后将薏米放入茶壶中，放入枸杞，加水浸泡几分钟就可以喝了。二，枸杞加黄金。黄金是男性养精的药材，如果把它和枸杞合用，养肾补精气的效果翻倍。做法，将三克枸杞子和三克黄金洗干净，放入杯中，加入适量的沸水，加盖闷泡十分钟就可以喝了，一天喝两次这样。三，枸杞加麦冬。麦冬可以滋阴补血，润肺生津，配合枸杞一起，有护肝养肾的功效，特别适合糖尿病和经常感觉到口渴的人饮用。做法，将枸杞、麦冬、桂圆干清水洗干净，放入保温壶中，加入温开水冲泡就可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，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